我大屁屁，我大屁屁的狗，我大屁屁。太阳话妈妈怎么讲？我大屁屁。雅雅念一次。雅雅不不。雅雅买头像啊买头。你先谁学的？还差我大屁屁，狗，我大屁屁吗？哎。 Thank you.
道德国小女子四乘一百公尺接力四十决赛优胜的第三名，仁爱乡第三名，天池乡第二名，南澳乡第一名，仁爱缺席来的乡。你会呢不不稳重了，不是你会呢不不稳重哦，我这。国小男子四乘一百公尺计第三名，南澳来自林台上领奖。另外社会师老师你女生，老师你要不要领奖？因为仁爱乡要领奖，我们要领奖吗？啊，你就是仁爱乡嘛。啊，后一组道士编配第一道南澳乡。小孩子他们的这个，还有他们的肖像权的问题。家长都在旁边跟公开活动。没有没有，你可以拍人，但是你这样子直接拍摄人是不行的。再看一下，真的是不行的。不是说公开活动，再来家长在哪里？你是学校老师？是的。我们校长在哪里？怎么了？什么事情吗？啊？那我可以请那个这边主办单位来去吗？可以吗？那你但是你已经拍摄这样子，是这样子是不适合的。你是家长吗？不是，是我带过来，我要负责任。你是还有乡公所带队，不是你学校带队吗？那我们可以今天是全国太阳运动会，有拍太阳鱼，怎么了吗？什么？不是，我是说你想要做什么这样子？你干嘛？就在拍母语啊？拍母语？今天很多记者来不能拍吗？自媒体不是我，你要拍没问题。那请问有没有授权书？什么叫授权书啊？原来你不知道，你常拍你不知道有授权书。那如果我这样拍你，你觉得适合吗？你还有什么事？你讲嘛，好吗？你讲嘛，那你讲嘛，你跟我讲。你不应该拍我，真的是不可以这样子，先生，你真的不应该，不用紧张，我没有要特别恶意。获得国小女还有国小男四乘一百公尺接力的比赛，刚刚播报的名次，请派选手至司令台上来领奖。目前进行社会男四乘一百公尺接力。领先完成接棒，宜兰大同、复兴大同，哎，切内道，切内道，五峰、南澳，哎，那个女四乘一百公尺接力的成绩，我再帮你们报一下，赶快。来，复兴即将抵达终点，好，在复兴的抵达终点之后，我们陆续选手也抵达终点。今天上午的决赛之下告一段落，下午再一点的请选手按时间的去检录。那另外呢，我们要颁发的是社会国小组的男子组四乘一百公尺接力的奖项，第一名仁爱乡，第二名第二名南澳乡，是司令台前的潘明来领奖。复兴区、坚持区、南澳区拍名是我们新来学哪里的奖？这是社会女的四乘。明日之星啊！三妹啦！Thank you.
奖杯，还有我们的奖金。再报告一次传统小历获奖的第一名，大同乡宜兰大同，第二是仁爱，南投仁爱，乌来区我们新北乌来，麻烦各位我们选手来领取奖杯及我们的奖金。来，加油加油！英文卤肉饭的时间。主角是陈一百女生，第二名，请至我们这一排这边来。大哥，这是你们脚力是哪里的？文具师，第一名。坚持国小女坚持香，坚持香。那个泰鲁格族话跨沙小怎么讲？马努卡达安苏。泰鲁格族话超级白怎么翻？泰亚根努比比苏。干爹娘，那个德鲁古话可以怎么做翻译？莫希布布苏。颁奖颁发国小女四乘一百公尺的奖项，在座的同学们，去恭守我们的林科为我们颁奖，没有一座，那你们要上来我们这边领取奖金哦。那所以召集所有的代表来一起谈哦，就是他的确没有完整的影片，好，那我们刚刚的领队会议有说要录完，可是没有谈到这么细说出来，那。要请各位表示，可是裁判长这边认为啦，认为是这样。如果因为这样，然后判复兴弃权，就是出局，我觉得我们的感情会那个。但我参加全国原住民运动会的经验是，他比如说句子断了，加60秒弃权，真的觉得这样不符合我们的那个。要拆掉，好，要离开，没有，互相保留证据嘛。你要保留你的证据，没关系，你就拍，但是你那个东西先给它拆掉，好，那个电你先拔掉，好不好？你这涉嫌到什么东西吗？你赶快去拆，你不要再拍我，我有权利哦。你也在录影嘛，好不好？你去拆了，赶快去拆了，我知道我会去拆。李先生，你刚刚就这样，我不要你这样，我刚刚的证据忘记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就直接拔掉，好不好？你要窃占公家的所有电，所有财产，好不好？你不要随便乱用那个字叫窃占啊！你先把它拆掉，好不好？村长现在是有很礼貌性的跟你讲，你让你拆掉，这是你的现场。他加秒不知道能不能接受，我们一步一步来，各队公尺的各单位，四乘两百公尺国小组，还有社会组的各单位，请自己都做检点，都在放置表。这快要经过到了，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这快要经过到了，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大家好，我叫朱李奥。要跳舞，要跳舞。刚来到南山村，我的 CCTV 都在拍我。我们都要看你。
你要哪一组？爸爸是南山组，妈妈是稻花组。我二年级念南山国小。哦，南山国小，那以后的志愿是要当什么？巨星 Superstars。呀嘎的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到到。我是一只小鸟，是昨天一直飞到我脚断掉。就这样爱你爱你爱你，随时都有一句，就喜欢爱你，回头回头还有你的回礼，而我们一路有苦苦。可那就不用分离。当女生舒服用手这样抠鼻怎么讲？怎么？你嘎真拿刀呢？拿刀鼻鼻。对，拿刀鼻鼻。拿刀鼻鼻。对，拿刀鼻鼻。哦，我很爽，怎么讲？你说他快飞上天了，很爽。飞上天就是拿刀爽，寂寞看看就是他会爽。哦。爽到不得了，你就马上可以放下去了。哦，拿刀鼻鼻。对，拿刀鼻鼻。拿刀鼻鼻。对，拿刀鼻鼻。拿刀鼻鼻。对，拿刀鼻鼻。如果干拎你啊，客家话怎么念？屌娘妹，超级掰怎么翻？超级掰。看啥小？看嘛个小。破麻。烂鸡掰。妓女怎么讲？穿心吗？乞丐怎么讲？乞丐。摸乳像。娘脸红。男生的懒觉客家话怎么讲？睡。啊，阴户鸡掰怎么讲？鸡掰。月经，月经。
我们的兵棒是人家的三棒了呢。裁判，裁判，是你闭幕就好了，我们回家了。好，就闭幕，就他就好了。我们的记录是要破的。手机还叫我们去，怎么还有力量？我今天要先去了。表演赛啦，你们是表演赛。欢乐啦，欢乐。没有了，他昨天表现太好。他昨天还去考了体重五点，他到三点才回来。昨天选手之夜办到早上哟。哦，老贝，老贝，老贝了，老贝，老贝了，你们单架，你们单架，老贝，老贝了，来。裁判，你是好人，换人去。你该不用想要手批吧？内射怎么讲？有些男生那个，对，跟女生做爱会射里面，内射怎么讲？射在里面怎么讲？啊，妈，怎么？这阿姨在偷听啊！啊，那个阿姨在偷听。对呀，射就是。Masyarakat sarang. 再一次。Masyarakat sarang. Masyarakat sarang. 哎。好。下来对。出力。耶、yeah。大会报告，泰安，泰安麻烦看一下。和平区的第一片还没锯完哦，不要太认真，他还没锯完。因为他们要破纪录了。他们要破纪录。南城那个南澳要挑战的，我知道他们要拼看看。他们要破纪录了。第一棒还没结束。哎，第一棒还没锯完哦，第一棒还没锯完，和平第一片还没锯完，八九分超过了。第二组来自和平区的朋友是在哪里？他们要破全国纪录，不是乌来区的纪录。第一棒到现在还没锯完。不要凹断了，会不完整哦，去完了。还有国小女100公尺。
公尺，还有两百公尺进入决赛的等下，我们再次的都出来，都出来了。那王华是我们的最台下的每一个选手，有进入到我们的决赛。我对不起好多人，心情好糟好冷，让我哭，别安慰我好吗？爸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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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早说他们，早说他们，他一口不知道谁昨天没来嘛。刚蹦，我叫做李奥奥，刚来到南山国小，我读这边快要死了，因为我不好，我不会读书，因为我超不会念书，因为我读书都不会，还要上这个书干什么？我你嘞？要我来这里读书，我要干什么？我在这边读也不会读，我念书都不会，老师叫我抄课文我都不会抄，我抄的乱七八糟。我傻的，很好。而且我刚来到南山村，大家都不喜欢我，我就不要来这里读书，去别的地方读书，来这边干什么？读书只会叫我睡觉觉，还叫我吃饭饭。等一下，我这样特写一下哈，别动。啊，南山村最帅的小帅哥，我是超级巨星，阿黑娃。阿黑娃，我的人生就那么悲惨啊！阿黑娃，五颗臭红心。我上次哎，才九岁，把内裤丢在垃圾桶里面，我还以为是洗衣机，然后我看到我的屁股都是一些痘痘，我昨天去看医生，他说。屁股有五颗洞洞嘛，要去打针。讲一遍。马关叔。那再见呢。拜拜。拜拜。是刚开打了。